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别再执着了，下载优酷国际版 APP 看《沉香如屑》吧。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唐周，唐公子可在？福霜前来向你学习防身之术。我身体不适，不宜受武，请回吧。公子何处不适？福霜略懂医术，可帮公子诊治。好精美的簪子。放下。福霜很是喜欢，可否赠与福霜？公子这样紧张，莫非是心上人之物？姑娘说从未习过武，为何手掌会有这么多老茧？公子怕是误会了，这是福霜弹奏琵琶时所留的指茧。唐周，燕丹，你别误会。二位见笑了，方才唐公子说身体不适，福霜正在为他诊治呢。昨日教练武，今日帮忙诊病，进展不错嘛。我看唯一不足的是把别人的东西当成定情信物。良辰美景的，正好给你带回了点心，慢慢享用吧。不打扰了。严丹，严丹，这是严姑娘的东西吧？我见她方才盯着这簪子，大概是误会了，今晚怕是要赌气伤心，快去哄哄吧。福霜先告辞了。严丹担心你的病，特意为你打包了点心，没想到却撞到了这样的一幕。你放心，严丹足够聪慧，相信定能看出福霜的弦外之音，用不了多久他便好起来了。严丹猜得没错，福霜故意靠近，暗中在我身上搜索。方才我发现他有九炼刀剑的老茧，十分可疑，